今天吃猪排骨。好吃不？今天好吃，你也吃了不？好的，好吃，可香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家人们，喜欢我们两口子的，赏我们一个小红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，非常感谢。谢谢你们啊！好香，老公你也吃口蒜。好吧。吃点蒜，增强免疫力。谢谢家人们点亮啊！谢谢你们。这个是帝王蟹腿，特别肥。太香了。羊腿，把的肉，肥牛，加油！
蟹黄包。米饭配大辣椒，哎呀，过瘾了，嗯，真好吃。啊，真够辣。两串小胖子，点赞哦！大的皮皮虾，看一下和夏天的脸对比一下子，先脸对比，大不大？大吧。开始剪。正确吃皮皮虾的方法就是先剪头，再剪哪里？夏天？再剪它的旁边。对，旁边剪完了。旁边剪完想剪下一边。对，哇，这个小贝。哦，你先给我按暂停一下。终于剪好了啊！今天来上就夏天最爱吃的两种，一个是皮皮虾，一个是什么？抱头的腿儿。还有波龙。你出来啊！哇，这个太肥了，上面脂肪都滋出来了。我不要吃。不要吃膏。来，先尾巴给你，尾巴里面没有。哦。这一口一半下去了，夏天一口一半下去了，我来一口辣椒酱。再点这个。一个起火，吃完，这边留给你。一个老贵了，双击给一个。双击给一个，吃完，那吃完我都要开吃了啊。